你好大姐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来，你告诉我你有多高兴。有人。那个大姐，请问您是尾号2856的乘客吗？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能上你的车？那个大姐，你请问是去车站吗？我不去车站，我要上天。来，给我往天上开。那个大姐，能不能把安全带系一下，麻烦你了。我不系，我得给自己勒脖子上，我上不掉我玩。那大姐，您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哼，心情不好，我一上来你就一句大姐，一口一个大姐，一口一个大姐给我叫着，换你心情能好吗？我长得像大姐吗？我啊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，小仙女，咱能走了吗？那就走了啊，小仙女。好嘞，小仙女。